好，我们都走过了，起飞，起降，两项起降，为什么没有起降？起降，起飞。飞高哈，然后启动录影，你也先启动录影是一个，所以好，今天这个沙滩都是黑黑的。安全路线就是往海上飞啊，对，怕碰到人，还是有人出来运动，就会犹豫要不要飞树林。万一有人从树林那边过的话，碰到人就不好了。呜，追浪。先在树林上空看一下好了哈，绝对飞高好了，对，这边树林看一下，对，应该没有人会在这里了啊。就像是这样，好，从两个树中间穿过，今天的手感感觉还不错，对，那天看了影片之后想说从那个树下钻过去会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地方飞熟了，可能就可以做一些比较难度高一点的。Yeah。怪，以为今天速度不快，哦，不够低啦，所以觉得不快。就有人在走路，尽量低啊，往海边飞吧，安全一点。飞高飞，没有障碍物地方飞，反航会比较好。低电量反航中，增高了哈，增高几米看一下，40米。50米，好，50米，对，返航高度是50米，一层楼3米来算的话，大概15层没有问题，然后15层是45米，一般来说是这样。
发的电力自动降落。止录影，关电池吧。用过的电池放这边哈，然后这样子依序就不会搞混。开机，开第二个电视。好，好，无图传信号，给他一下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启动录影先，对，刚才就是没有先启动录影。好，确认一下周围。没有人，这个时候最好。两下起桨，一下起飞。好，往前往上飞哈，这个是安全动作。慢慢往前，靠近箱子的位置，箱子被拿走才知道。啊，在阳光在变。追浪啊！追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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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！小心太低了，追高一点。练习穿树林吧，继续吧。今天的图传跟手感觉得不错。黑树林中是会有撞树的风险，对，给自己设一个限定，这样会可以改很多，对，高度。到那边就会产生那个旁边开始模糊，就是那个图传信号的降低啦。现在速度好像变慢了，飞机的速度也没有慢啊，七八米，是现在比较习惯的关系吗？也有可能哈，现在不会像以前那么激动。哦，有人啊。撞一个，你紧张就会容易发生撞树的情形。哎呀，他不离开人哦，撞掉，哎，图传不好了，是不是？又黄黄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图传不好的意思。边飞好了，这边都是石头啊，沿岸。比较近一点。沿岸有什么风险？撞坏的风险。还有沿岸可能会有人，还有鸟。今天没有钓鱼的人，而且天气这么冷，没有钓鱼的人。飞浪，飞浪，飞浪！耶、yeah ！
会掉了下去呢？哎呀，这个是令人担心害怕的事情。哎，又想要玩刺激，又怕，这个是极限运动有趣的地方。没有人，啊，人有一点，要做危险的事情。可以让吧，处理也可能有的啊，又没电啊，这不拼电力就是这样了，其他的指导可能是密室的电池比较久吧，最习惯了，我觉得阿瓦塔的电力对还不够的。因为会很远，所以现在返航。好，返航高度50米。今天可能要玩三个电池的。这是很难得，刚好突出一块眼。然后不在飞机航道上面的一个可以飞的地方，所以很无聊啊，每次都在这里飞。下来了，好，准备接飞机。现在周边里面没有人哈，好，不在，换一个电池。停高露营，停高露营。好，今天的第三颗电池，第一次一次飞三个电池哦，没有觉得过瘾。好，两下。没有人，对，没有人。两下起桨，我先启动录音，等一下。哦，还没连接，等一下，我连接了。好，知道。知道了，然后，对，这样才可以。好，有人，好，人走了，两下起桨，一键起飞，好，往上飞，还是飞到一个高度，他现在不让我控制哎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没卫星的关系吗？知道，先往外飞哈，对。这电池就蛮够的，97%。那边还是那个人还在海边哦。这个是一个危险。有人就不过去啦。上飞好了哈，朝有一个好处就是撞到也不会，通常撞到也不会怎么样啊，撞到了，哎呀，好吧，哎，刚撞到失去高度哎，啊不是。是我自己哦，它下面那个警告就它消失了啦。鸟鸟鸟鸟鸟鸟，对，另外一个微信就是鸟。
但是觉得飞草安全，所以它会去撞到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像这样子，飞这么低，这么刺激才会有画面。但是以后怕，哎，都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边有人，离人远一点。镜头，不知道镜头什么状况啊？那两个人不知道，那边有散步的人啊，走到有散步的人，这一台车追不到，兄弟来了，到直升机，
上面，对，好 ，APP Avatar 贴地飞，不会有安全问题。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哇，好像浪越大。对，浪越大。对，浪越大，导致起风浪。就只能在海上飞了，有人呢、啊。浪来了，空气风越来越大，浪越大越，哇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飞，觉得这些地方是万一掉，啊，又没跌呢，12秒，飞高吧，万一像上次一样故障就麻烦了，很得数，好，返航。今天飞三个点子，第一次飞那么久。自动降落中，电池19%，18%，哇，好，每次越来越精准，啊。不飞了哈，哎，停止录影，好，第一次拔掉，关掉，好，控制器，好，这个关掉。